酱油吗？好的，稍等一下。国王是不可能的，他下到这里就没有了。什么？好吗？打脸就是。还是这个。犹豫一下。
刚才您喝的那个饮料可能有点太冷了，这边给您准备了一个冰糖雪梨，热的啊，是热的吗？这个再说可以吃一下火锅，可以解决一下油腻啊。谢谢啊，谢谢。谢谢。热。谢谢，不客气。祝你们用餐愉快啊。嗯，谢谢。最近天气比较凉，一出炉子就立马就凉了，不好意思。谢谢。毛肚。我反应。这毛肚。咬不动。因为这边没开锅。这边火没开。我这毛肚都是，有的毛肚你不看它都是脆的。现在还有吗？啊，没了。啊，暂停一会儿，放这儿吧。现在就没了。那难道是那个？啊，咱们现在馒头比较烫，稍微。谢谢糊涂，谢谢。嗯。这是为啥？嗯粘到挨到锅了吧？这个是什么呀？
那个硫磺了。哦，那肯定是。开到锅了，刚刚。那你煮？煮这里吧。我煮点馒头。嗯，咱们馒头可以吃了，不然等会儿又凉了。好好好。好了。见了我，我觉得我火不了，然后还要香。
地上突兀的人呢？在那儿没有上，没上，在那儿。等一下，我们还有菜没上。哎，好。在那儿知道。在呀。在这儿啊，猪的，你都在这儿。我说普通话嘛。然后虾的话给您剥一下皮，然后鸡蛋的话来这。嗯。就是好多次在外面说普通话，不是我。是，你看，你这样就有时候转换不过来，别人也听不懂。香菇。是你们，哦，我去，我鼻涕了。拜拜，是吧？好的。这就是服饰。下次要去跑吗？还是去了？对，小妹，口臭。对，我吃了蒜的，现在嘴很臭。嘴臭，嘴臭如我，大蒜小风。帮我加点豆浆吧。
稍微等一下，这边会好，然后这边脸不好看。我喜欢我的左脸。这个好了。来，给咱加点多。谢谢。在我的嘴里跳动的感觉，打好了，可以深一点了，我直接可以吃了。啊，这个要煮的。煮了吧。不知道，我准备就是把牛肉下到鸡蛋里面吃，就是把鸡蛋那样倒一下嘛，生鸡蛋，然后那个就是也是一个调料。为什么吃辣？因为我嗓子还没好，不能吃辣的，不然的话我是那种不吃辣的人吗？作为一个重庆人，不吃辣是一种煎熬。我想感冒快点好。吃辣的话，我怕他又耽误了，耽误学习。你好，这个火快点，耽误工作。啊，小一点是吗？对。你看外卖小吗？生鸡蛋卷在哪里？给你们表演。我给你表演一下我的绝活打蛋。一天你住哪儿？
烫个牛肉，教你们最新的吃法。今天上午你也吃吗？不能烫太，不能烫太生。然后呢？我要蘸点酱油。裹上蛋液，就可以吃了。好像还没好，还是生的。等一下，我再煮一下。酱油，不然没味道，这样就是那个寿喜锅的味道。我再来一次吃牛肉饼。干嘛？你没吃饱吗？天哪，我给你们弄个牛肉好不好？我弄的这个牛肉好好吃哦。鸡蛋牛肉蛋液，
小时候从小吃的虾片，我记得是彩色的，你吃过吗？好大的，没掐过吗？那个虾片五颜六色的，就一片一片的，像土豆片一样，但是它水晶晶的，就是有点透明，半透明状，硬的，像肥皂块儿，切成土豆片的那种厚度大小，然后回去炸就砰爆开了。吃过没？你没吃过，下次给你们做饭吧，做虾片好了，我的拿手菜。给你们炸虾片，是一道很难的菜，而且我炸的是彩色，很难做出来的，还要先把就是各种蔬果，把蔬果的那种果浆涂上那个涂在虾片上，然后晾干，然后才能炸。拿手菜，拿手绝活。我要吃虾了，这个好好吃啊，鸡尾虾，吃虾吃虾，一口一口了，一口太大了，全程都给你们看，那才是放锅。我也没给你们看菜，也没给你们看锅，也没给你们看碗，就这样，哎，一秒没了，这怎么放？谢谢大家荧光棒哦，打开微博现在有粉丝荧光棒哦，过了十二点就有了。这是一锅蘑菇汤，放的蘑菇飘在上面。天哪，这个长镜头能忙吗？哈哈哈，是个美食主播。哇，我这样觉得好诱惑。我们先让嫩嫩的肥牛裹上提莫秘制的酱料里面，让它全身上下都沾满这个酱汁。哇，看着都香啊。Thank you.
倒闭。好吃的炸裂，先看到会美人了，这鞋子，内心和我过来，真的吗？你看锅底就不好吃，我锅底还可以，菌菇锅我点的蘑菇锅，没人蘑菇，加蘑菇的。你看这个蘑菇，白白嫩嫩，表面光滑无比，吹弹可破。仿佛可以挤嫩的挤出水来，现在我们把它放进蘸料，简直是这世上最好吃的生物植物。哎，蘑菇是属于植物，是的吧？是哪个蘑菇被我吃的？这是一个嫩蘑菇，大概只有十几岁。不到二十，因为我轻轻咬，它就咬下来了。菌类，是菌类，有毒啊？有毒没？蘑菇有毒没？杏鲍菇也不错，我也喜欢。杏鲍菇切成片的。烫到味儿。那现在1.19嘞，12.19。我在吃金针菇啊，嘴巴有点性感。再性感。
说嘟尾巴，嘟嘟嘟嘟嘟嘟嘟。土豆。哦。这土豆怎么那么软呢？土豆。还有没掉？黄瓜给我呀。黄瓜。我是在模仿五十年后的自己。没事没事。老秦墨。没有牙齿的时候，真的是没有牙齿的我。中午干啥去了？鼻孔又被我冲大了，没办法，这两天天天擤鼻涕钻鼻孔，那感冒了，没办法，我也不想鼻孔变大。然后如果吃完了，练习缩鼻孔。好累啊。你知道我这个动作在干嘛？就是这个门牙下门牙里面卡了个东西，弄出来，我就想这样把风这样吸进来，借助风的那个力，看能不能把牙齿中间那个东西给吸进去。你们有没有试过这种方法？我有算可以，就这样吸。因为这样的话就把嘴挡住，风没有风了嘛，但是一靠牙缝把这个风给弄好，它就正好风把那个牙齿里的东西给刮进来，看到风，你看到风了吗？真的吸人，真的有风，没啦，没啦。我觉得我各种剔牙的方法好厉害。哎，你们有这种办法？你们也用过？那看来你们都是凡人。不对，这不是我们小仙女才用的方法。你这个凡人怎么知道？他可能是不是
用牙线，哦，你们班上用牙线，我也会用牙线啊。用筷子会骂我，牙缝有那么大吗？用筷子，有用过筷子。用，一般大牙卡就会用，有时候用筷子，除非卡那种很大的。我已经量不了我的心。年轻的牙齿还能承受少负荷的伤，也这样好像搭配蛮好。年轻的牙齿很难承受超负荷的肉。头发全部摇在外面了。土豆粉丝就是那个蘑菇粉丝，蘑菇做的粉丝，错吗？有点胖。掐热的，掐热的。好开心，好激动！你第一次上热门。
哇，是 Stanley 推荐的，我会不会佛？好不容易上一次，在门，在内，好好的吃，注意形象。开玩笑呢！哎呀，开玩笑的嘛。那我现在可以说，哇，好开心，谢谢。把哈欠的抠了，抠了。这么荧光棒，我第一次收到荧光棒。我第一次收到这个抠了的荧光棒，在今天过了十二点。是不是今天的第一次啊？是不是过了十二点？是不是第一次？你们非要给我那个咬文嚼字的话，我也可以啊。土豆粉或者红薯粉，我吃的是红薯粉。红薯粉，好好吃。鼻孔又变大一些。
肉都非常喜欢，那你就一直带着。好尴尬。rap 鬼才 ，rap 的鬼才，这个 freestyle 不错，我现在有点那个感觉，就 freestyle 的感觉。我想一想，他的领子毛，再看看丁宇。看不出你我啥时候淑女，我是想淑女的时候我就淑女，我不想淑女的时候我就不淑女。那你什么时候认为我说淑女你才关注了？神奇，我什么时候你都关注错人了，我是不是认错了？我是认错人了，我是。你好，我叫冯奇墨。冰淇淋一样的皮，冰淇淋上面有很多洞嘞。冰淇淋凹凸不平，冰淇淋上面全是鸡皮疙瘩的感觉。我皮肤那么差呢，应该是鸡蛋。吹弹可破，咚咚咚！
裤我本来就带了氧气。想播的，结果那个灯光不好，你知道吗？来斗鱼家那会儿，那宣传片第二个场景我想播，就是那个灯光是紫色的，而且很暗，看都看不到。然后我预览了一下，预览了一下直播间的光，像个鬼，我都没播。看你们看到鬼，看到我像看到鬼一样。飞机危险。紫红紫红的紫色，对对，紫色，紫粉紫粉。灯光就很暗的那种。后面炸了，后面的，看一下，后面怎么了？请问医生可以空腹吃东西吗？请问空腹可以吃东西吗？我没有了解的小伙伴回答我一下。后面的，哎呀，好蠢！在干啥？蠢事啊！截个美美的封面，
枪弹对了吗？谢谢，封面好看啊！赶紧下播，赶紧下播。看一下封面，封面是拿着一盘酥肉，真的假的？看一下。哎，这个封面不错，下播了。他要吃了吗？拜拜拜！等一下吃，我先撑死了。我们也结完账，马上回家睡觉。拜。明天如果播的话，我会发朋，我会发微博，然后改标。
题的哟，大家关注我的新浪微博黄苹果哟，必有我。拜拜，晚安大家，早点睡。拜拜，晚安大家，早点睡。